接下来要演奏的这首乐曲《夜静箫声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孙明先生创作的二胡曲。据说先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获得了灵感，发明并创作了这首乐曲。学习弓弦类乐曲的人都知道，琴弓缺少了松香，抓不住琴弦就会打滑，甚至还会发出狼音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二胡演奏者极力避免的现象。孙文先生碰到此事却是脑洞大开，灵光闪现，他利用这一现象，经过反复的琢磨，发明利用了泛音与实音、虚弓与实弓之间的边际效应，奏出了类似洞箫的声音，并创作了这首令人叫绝的乐曲。这首乐曲意境优美，音色特别，犹如云遮月，时隐时现，时远时近，时实时虚，恍若有一种天籁般的声音。下面就请大家可以闭上眼睛，来感受一下这首具有洞箫天籁之声的夜静箫声。